下一首歌呢，是一首蛮轻快的歌。那我很喜欢拿这首歌来讽刺很多事情，哎，讽刺我不舒服的事情。就很多人啦、啊，不是也不是很多人啦、啊，很多事啦，很多事情，就是忽冷忽热，就是不论忽冷忽热啊，就态度啊。人跟人之间的态度啊，或者是事情的面对都，每次都很难受，就忽冷忽热，不是都一直热下去了，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。那对于很多的议题，哎，很多的议题，很多的比较，我们在这边的人呢、啊，比较在这边的人，嘿嘿，也是忽冷忽热这样的、啊。尤其在特别的时间，它就热，哎，过了的时候它就冷，这样。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要讽刺，就对了。那这首歌就很好玩，很好玩。OK， 再来下一首，《Hot and Cold》。
Yes, and I know you're